这是一条东西向横贯中国版图的国道，物是人开，景为天造，中自然之灵秀，显人文之厚重。318国道绵延5476公里，大致沿北纬30度线展开，从零海拔的东海之滨到世界第三级青藏高原，它跨越中国地势的三个阶梯，从平畴沃野到湖光山色，从同里老屋到丹巴碉楼，它跨过千山万水，横穿八个省市自治区，它是中国最长的东西干道，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人文景观大道。